伴师姐弟 Anson 边、刘佩恒同埋谭文轩日前食开年饭，三人开餐之前都大讲新年祝福语，虎年行大运，祝大家日日都笑哈哈，祝大家发个猪蹄啊！咁我祝大家年年有余，恭喜恭喜恭喜！Anson 边都好绅士地夹送俾两位女神，单周俾女神投诉。呢嚿请你食嘅，成嚿都肥膏嚟嘅，系靠海。呢嚿系我嘅，佢自己食啲肉咯，系晒啲肥膏我哋食。讲到新年嘅目标，Anson 边表示希望喺音乐上多发展。我最想做啲唔同嘅音乐，同埋最想可以同唔同嘅音乐人去 jam 到咯。Anson 边亦都希望推出 EP 同埋开音乐会。他又自爆开始学习理财，和 Mandy 投资买 NFT， 而曾经拍摄伊顿歌曲《伊先生年华不幸事件》MV， 而有烟女郎之称的 Mandy 则希望和伊顿合作拍剧。有合作当然好，因为即系佢 Hero 都同我好熟，即系佢都系个好玩得嘅，所以都好搞笑。他又表示伊顿唔系理想男友女型，佢又唔系啊，佢系唔系？我少，因为我个点讲咧，我话唔系嘅原因，因为我唔系好以圈内嘅人作为一个叫做目标男朋友，我比较中意好老实。至于近日红雀娜被网民发现喺 IG 限时动态中上载一张 Hillary 揽狗相，而且放闪暗示拍拖 ，Hillary 就搞笑回应：我梗系有啦，我特好多人。唔系讲笑。而被称为塑胶嘅 Hillary 就话，唱《交战二》嘅主题曲后觉得几好玩，想学唱歌同埋跳舞，又希望能够拍摄《交战三》。我觉得呢个主题曲咧，即系出到嚟，好多人都觉得唉好胶啊咁样。但系其实我觉得真系，如果由第一季追到而家嘅话，系会知道其实系好感动嘅一件事咯。同埋即系入边嘅歌词啊，所有嘢其实都系我哋由第一日拍到而家嘅所有点滴咯。即系你真系一听呢首歌，你就会想翻起曬我哋交戰嘅所有嘢，係啊，所以真係好希望有第三季。